你看你包这个圆的多漂亮，你看，看，你看，嗯，你包的这些麦穗的也很漂亮啊。你看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包排骨大包子，多少？800克面粉，加5克酵母，加450克水，揉成面团。包包子，包大包子。姐，哎，那不吃鱼，那就拿出来啊。好，吃鱼拿出来鱼，再加一点，加上点酱油膏、蚝油。先把一肉，这就是爆排骨爆的，先把肉喂一喂它，腌一腌，腌一腌它，有滋味。肉味，对，腌起来可以放着放，也可以爆一个放一个。俺妈先后炸了呢，就这么一点肉骨头，前头有你把它弄开它，它没法弄呢。对，那实际上就包就要买这样油炸骨头包，否则的话。这是烟台特色海鲜大包子，海鲜包子很多种了，有鲍鱼的，又是什么海参的，海参的、带鱼的，什么都可以包。我们今天只包这个裙带菜和排骨。要包包子用大蒜。包海鲜包子，拍上大蒜最有味道，这是海鲜包子的特色。大蒜加上去，提前搅拌，腌制半个小时。这些菜叫做裙带菜，也是海带的一种，因为像小裙子，所以叫海带裙菜。切细，这个比较软，很容易熟。排骨腌制了半个小时了，就可以加在一起搅拌了。这个时候先不要加盐，因为今天要用猪油包野菜类的包子，用猪油会特别香。人参果吃了对身体好，血糖高的人多吃人参果没有事哈。做什么？啊，面开了，排气。排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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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看这些已经差不多，放一点点葱就行，化一点猪油，让我吃一个小点心，好吃。小朋友吃不吃？大里边的脏炒的。对，这是一面芝麻饼，还很多葱嘞，你看，很多葱子，很好吃。这不是私人做的。不是。这个我们自己也做，等我有空我给你做，我也会做，这个好吃。来，你看锅里的油有没有好？看这个面团发的多好，哼！那你休息，我跟表妹两个人包包子哈。嗯。我们俩包包子，你吃就好了。看我大姑多勤快，你看。刚刚我在这和面又在这里扫地了，把面团揉一下，松弛一下，马上就可以包了。放那个盐少点了，我就感觉应该再放上点。好好，加上点盐吧。这个炖的太淡了也不好。这是烧好的猪油，泼一下，激发出香气，猪油会更香。这种菜吧，它喜欢油的。哎，这是。你放上那个，你放上那个盐，它就不上火。对，一放上猪油就特别香。我大姑陪小朋友打开。这个包子里面放一块排骨就可以了。每一个包子包一块排骨，基本上都是包麦穗的。包麦穗的比较扎实，比较大。麦穗的啊，炫的菜比较多，里边装菜比较多。哎，对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嘴你就手嘴不到，大排骨。我包麦穗的没有你包的漂亮，我包圆的。我包圆的不如你漂亮。嗯。做麦穗包呢？那是不是吗？很漂亮，是不是？4岁的、9岁的和90岁的在打扑克。你才打了200把。60
岁的在这包大包子。嫂子。啊。哇，马上就要蒸了，都开起来了，可以装蒸笼了。大包子，玉米皮嘞，一刚好一个皮一个包子。我在台湾我都会用那个月桃的皮，还有那个竹子叶的皮的。我微好的时候我可以吃。我觉得一会儿就要蒸了。对呀、啊，马上就要蒸了，都发起来。再起来发酵一下。我们包完了，你。嗯。把这个面蒸好，那里。蒸合适。啊？蒸合适。我们都包完了。这个、面就不好，这个。你陪着你的重孙搭盆。这个黄豆。哦，我们装的锅大姑没看中，没看上，大姑还是不放心我们做哈。那还有锅面多了，不多，不多，大姑就喜欢多，这块不够吃。哎，好了，发酵十分钟可以喽。拌一个凉皮儿，自己做的果冻凉粉儿，你看我们做这个。我们自己去海边捡的，多厉害！你看，你看看，哎，你要喜欢捡，海边有的是，太多了，捡不完啊，真是捡不完呢、啊。我住在烟台，我每天都。哎，你电饭煲放了放烟，放了。快点，调味料就是香菜、大蒜，加上米醋。山东人吃大蒜，油，加一点香油。这两个凉拌菜是最简单的。那边加上点，那边加上点。这个就叫做石花菜，烟台的海边很多，你住烟台就可以去捡。芝麻酱的意思。用凉开水化开。这里大家注意如何拌凉皮。我拌凉粉比较好吃，你拌凉皮比较好吃。我们在做凉皮给你吃。什么凉皮？就是这个啊。你喜欢吃吗？喜欢。你又陪太姥姥打扑克吗？谁打赢了？我太姥。太姥姥打赢了。太姥姥能赢你啊？你们你看这个慢慢搅着搅着就细。这些就够了。放这里头啊，放这里头。做凉皮一定要加上辣椒油，一份卖八九十几块的，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多好。再弄点水。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这就是最原始的凉皮和凉粉。这是灵魂。制作方法，如果你看到这里，放在这个都是满满的干货。哎，好吃了。这个凉皮必须有芝麻。外边一份卖八到十块，自己在家里拌，两三块钱的成本就是。可以了哈，这个味道真的很香，比外边买的料很多。这是辣椒。大家一定要凉皮拌的真的比外边干净卫生。大包子熟喽，铁锅盖子容易有水滴，要散热。你看发的好漂亮哦，都漂亮，一锅都漂亮。用玉米皮包的真好，一点都不粘。你看你包这个圆的多漂亮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嗯，你包的这些麦穗的也很漂亮、啊嗯，你看，完美，漂亮。赶快吃大包子吧，看，排骨煮，排骨，海带大包子。小朋友，手机放下，吃饭。马上我换个狙。姑父，这是我跟彩虹去海边捡的。吃嘛，我知道。捡的石花菜，我们回来熬的冻。真的呀。嗯。这石花菜啊。这个是凉皮。那个皮，像我加水熬就行了。你说这凉皮好吃。凉皮好吃啊！快吃吧，快吃吧，快吃吧。
包子。这是一个包包子，你要吃哪一个？能不能就没有小点？小点的，我给你打开。这就是烟台海带排骨大包子，表妹包的包子条件比我包的还好吃，供大家参考。里面的排骨非常的鲜美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